乔治是红色的马桶，佩奇是蓝色的马桶，我们要拉便便啦。我拉完了，我也拉完了，臭死了，赶快冲掉。甜甜，时间到了，把手机关掉。妈妈，我想再看一会儿。再看一会儿，再看一会儿，眼睛不要了吗？关掉。哼，不让我看手机，我看电视，我看佩奇，我看汪汪队，我看奥特曼。哎呀，我的眼睛怎么了？妈妈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。哎呀，叫你不听话，快点上医院吧。妈妈，我想去儿童乐园玩。不行。妈妈，我想去游乐园玩。不行。妈妈，我想去楼下玩滑滑梯。不行。那我现在能去哪里？你现在要去幼儿园上学。给猪妈妈一个锤子，给围裙妈妈一个锤子，给光头强一个锤子，我们一起砸彩蛋喽！我先来。哎呀，这不是我的宝贝儿子吗？来，让妈亲一个。我也来砸一个。哎呀，我的大头儿子也在这里，来妈妈抱。你们都砸出了儿子，我也要砸一个儿子出来。你这个小光头竟敢打扰我睡觉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的妈呀，怎么砸出一个怪兽来？赶快跑！